找机会撕开。想到今天成了一对，谢谢谢谢跑男，谢谢跑男。对方用是吗？还给自己用啊？想早点下班是不是？他们说我封锁自己，全哥将被贴上一张名牌封锁券，一张，晨晨被贴上两张。嗯？啊？怎么让我给我贴了一张？我有两张，太高估我了吧？他们看不起你。一个也不给你，一个也不给我，真的是，真是被看扁了呢。他们算错账了，我估计。对，他们各自对都觉得会，都觉得会给我贴，都没给你，结果就没给我贴。一个给李晨。啊，对，刚刚不商量好了吗？他给他吗？他给他吗？那别给他，别给他，给范丞丞，给个沙爹。可以。哦。哦一个范丞丞，一个啥？哎，正好一个范丞丞，一个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这命中注定，这就是。我们每天的选择都是有根据的。对对对，命中注定。我们要让老沙哭肿了双眼，要让范丞丞上厕所都不忘带上。哇塞，这是天意啊！这是。各位成员，三个队伍的名牌封锁券已经使用完毕。郑恺，你被使用了三张名牌封锁券。就三张是吗？他俩都没有。但咱俩有没有好运？好运也就这样，区别不大。太针对了，太针对了。小姐风券，赶紧找。哎，这有一个。哇，这你没看着？哇，哇哦，时空。哎呦，这眼神，这眼神真行。空空如也呀、啊，啥也没有啊。大失所望啊，这。好了，孟子，孟子好长啊！这有一个，这有一个信箱，好紧张。我现在就已经发现一个信封了，这放的太危险了。轰！哦，漂亮，灯箱。哎，看得见字吗？看，这谁能看得见啊？这几点几的眼睛能看到那儿？啊、快去快去！你是不是这个晨哥？你看一眼。万物各得其。对，就是这个、是这个、哦。耶、yeah ！请领取一张名牌封锁券，并选择是否现在使用。甄源，甄源一个都没有。封张甄源，找到了。不为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；畜谷不入屋池。鱼鳖不可胜食也，斧斤以食入山林，财木不可胜用也。哎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快去找郑恺。我们找不着人啊，因为现在只有他身上是三张牌。你们三个现在再不撕，你一会儿你们都被贴满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让我们两队先战。快去快去，快快快！哎，有有有。哦，解封券，解封券，啊！快解，快解，解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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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凯哥，现在为你解除一张名牌封锁券。OK OK， 好走，好走走走。哎呦！哇，你这眼神儿！哎呀！快快快！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牛哥。我真的假的？我们的能力者太有实力了！现在追追追！程程快跑！来了来了来了，后面！程程快跑！来了来了来了，后面！快跑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哎，救我！救我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撕了？他被撕了。我刚才猫到他们了，但是第一个是李晨，我没下手。
哎呦！这有一个。哦，漂亮！找一个灯箱。杜甫，春夜喜雨。这。范先生，来吧，快！你包摘了，包挡着名牌呢。啊，他跑了。给他加一个，再加一个。我被使用和使不使用有差别吗？朋友们，来吧，开歌！开歌！开歌！大师娘，大师娘！别！撕他呀，撕他！丞丞，快点，丞丞，快撕正开！喂，撕什么？你们！小豹子，靠你了。我现在可以观战了吗？你们现在可以战一下了吗？你俩一对一，不一对一，我们三人我们一对一。行，那三对二来吧。把妹妹吓的。你总往石头那儿整一拉，磕一下不疼吗？你这好不容易拉到平台，然后又走到那个坡的地儿。好，开始，来，开始。哎，我，你慌啥？我。好，范丞丞 out， 给我报仇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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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。好，来。哎呀，我有。哎呦！我真有儿，我的妈呀！现在这个局面，他就是说，白鹿和小卢，真有儿和那个小范儿。先走。二楼，我们只能先把他们贴满，是吧？还有谁没来？张志远，找不到道了，已经。那有一个，有啊。苏雪，惠崇，春江，晚晴，二少。你是前面那个院子吗？不在这个院子，好像在前面那个院子。走。好像在前院子，下去一下。
是那个吗？恭喜你们成功点亮一个展牌。使用，给张真源。约几个了？两个。你两个，我三个。那你这么整，你不仁，那就不义喽。现在是不是得抓紧撕了？待会儿他们全部找到了。走呗，没事，撕他。他们在哪儿啊？二位女士。注意后面，注意后背。管子把玩，管子把玩，这这这，在哪儿？在这，在这，在这。在这边。恭喜你们成功点亮一个展牌。现在使用，给张真源。三张了，也到顶了，这个我也三张。这纯纯一撕就掉啊！就怕他们找那种解锁的，就是解掉一个那种。走吧，我觉得可以了。加油，加油！怎么找他们？他们去哪儿了？范世奇，张真源，张真源，范世奇，怎么了？来吧，找完线索，给我们俩贴完了，然后开始准备下班了。啊。行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走吧。没有这种情况是把他俩都撕，咱俩不撕吧？应该没有这种可能。这是重要的事情。我现在有点热了。我们两个男的撕你两个女的不好看。不，那你一个女，你一个男的对我们俩女的不是好看了吗？行，那得被你们撕成啥样？那是撕名牌吗？感觉衣服都得撕烂。二对二不好看的，一对二不就好看了吗？行，谁先来呀？都可以，你们选吧。我怎么感觉你没有先来的意思呢？不是。那个都可以，你们选吧。来吧，来吧。妹妹，这是啥？二 v 二，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跟真源，我俩一只手必须拉着，不能分开。也行，这很难。OK， 来吧，这样撕。小心。战术吧，战术是吧？
陆姐，转圈圈，转晕了。死了。来吧，一 v 二吧。怎么会是这个场面啊？来吧。情况是把他俩都撕，咱俩不撕吧？应该没有这种可能。蓝队，你们在最终的撕名牌环节中获得了胜利。他们有条，主要是我这很不好撕。没有，但是他很快，他非常快。氧气女孩下次来就改名了，叫蛋蹦。今天的氧气十足啊！所以你们的书籍《大禹治水之一封家书》将成为本月隆重推荐图书，也请裁判给蓝队的三位送上奖品。哇！谢谢。哇！小黄街 ，little little goat。